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Philippines held a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Day event at San Francisco High School.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举办2024年国际中文日活动。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2024年4月18号由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主办，红溪里氏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以自从遇见你中文架起文明互鉴桥梁为主题的2024年国际中文日系列活动，在马尼拉圣佛朗西斯科公立中学举行。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周志勇公参，熊盛参赞，菲律宾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马吉博士，国都区教育局副局长克里斯蒂托博士，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高级教育项目专员罗斯蒂多博士和亚尼内女士，红溪里氏大学副校长何塞·马卡帕加尔，圣佛朗西斯科公立中学校长弗洛里奥博士，红溪里氏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许雷，非方院长裴刚，国都区部分开设汉语项目的公立中学及华校师生、媒体代表等近400人参加活动。周公参表示，中文教育不仅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宝贵语言资源，更是中国与世界相互融入、增进理解的关键桥梁。期待更多的菲律宾青年投入中文学习，踏上赴华交流的旅程。何塞·马卡帕加尔副校长表示，中文一直是传播知识、文学、哲学和文化遗产的工具，人们不断认识到中文对全球社会的深远影响，见证中文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和得到认可。马吉司长认为，中文不仅仅只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学习中文能帮助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提高竞争力，为他们赢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克里斯蒂托副局长表示，中非民众通过中文进行交流互动，他还勉励同学们珍惜学习中文的机会，更多地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培养提升自己的能力。活动中，圣佛朗西斯科公立中学汉语项目的学生带来了蒙古族男子群舞、女子古典扇子舞等精彩的表演，红溪里氏大学孔子学院汉语师范专业学生和志愿者老师也带来舞蹈表演。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们精心准备了书法、剪纸、中国结、京剧脸谱、服饰等中国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以及 VR 体验等中文教学资源展示，吸引了在场嘉宾师生争相体验。现场嘉宾还共同聆听了由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郑颖杰带来的书法公开课。最后，现场嘉宾共同举起中非友谊万古长青书法作品，并合影留念。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